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炸蔬菜饼的做法。首先准备一颗洋葱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准备半个胡萝卜，把它切成片，然后再把它切成长条。准备一把青葱，切成小段，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大约100克的酱油仔，热锅倒油，油热之后放入酱油仔，用中火把酱油仔炸至金黄色，金黄色之后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再把炸好的酱油仔剪碎，碗中加入150克的炸米粉、50克的普通面粉、一勺泡打粉、一茶匙的盐、一勺白糖、半勺鸡精，打入一颗鸡蛋、3勺食用油，最后再加入200克的清水，边加入边搅拌，搅拌至无颗粒状的面糊就可以了。放入切好的洋葱、胡萝卜和青葱，把炸好的酱鱼仔也放进来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重新热锅倒入多一点油，油热之后用大一点的汤匙一勺一勺的加入面糊，用中火炸，炸至一面金黄色后把它翻个面。把两面炸至金黄色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，把它沥干油分，把剩下的面糊重复以上的步骤都炸完，最后再把它剪成小块，香喷喷的炸蔬菜饼就做好啦。这样做的炸蔬菜饼外脆里酥，好吃不腻，配上辣椒或者番茄酱，好吃到停不了口，做法简单容易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